童年回忆剧《家有儿女》就像一座宝藏，不管过了多少年再看，总是能发现新的笑点。最近有网友在重温《家有儿女》时，发现有一集里，刘星全脸敷着白面膜，妖娆地走到客厅，一副精致男孩的样子，而他敷的面膜白得吓人，跟一般的面膜不太一样。于是就有网友调侃刘星，这是不是敷的涂改液？结果更多网友加入了这个猜谜大戏，有说面粉的、石灰的、牙膏的，甚至还有人说是白指甲油。所长也是给大家的脑洞跪了，如果真是这样，那刘星的脸得是多么无坚不摧的神奇肤质，才能经得住这么多摧残呢？完了你，反正我挂了，那是什么都挂不了。你没事撑的，你弄什么面膜呀、你？我最近脸上发干，好多小疙瘩。你怎么那么臭美呀、你哪有十几岁男孩子抹面膜的呀？都说管用，我就试试呗。嘿，那你也不能把眼睛都弄上啊。这张面膜引发的笑料足够所长笑到明年了，期待你们能发现精致男孩刘星的更多笑料，分享出来给大家多乐一乐哟。